你拿不开扯淡，更得让个地儿。不是你过不去你啊。这道具这么盘下，你说你撇我面色干什么呀你？你看你后面有个城，你让他给你示范一下，拿不过。你给我下来了。干什么？我这。下来。你能不能往后退退啊？踢什么踢啊？凭什么我踢啊？你没看见这是乡村小道吗？你开这么大一个车，那不好堵，非得堵着。你也知道是乡村小道，你就不能互相让一下？你先退。不能。好，你和我杠上了就是了。地怎么地吧？行，牛逼 ，class， 你等着啊，你等着，你看着。哟，留不起了，打电话有影了。喂。媳妇儿，你什么先给我打过15000块钱来？你什么给我再烧点帐篷，烧点压缩饼干过来？还有火，我在这得住个3个月4个月了，啊！对，到时候有人和我杠上了，哦，就这样啊，你给我送过来。可不对吧？可以给你扫过来啊。哦。啊，挺好的。你等我会儿哈，我也打个电话哈。刀不锋利，马太瘦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喂，哎呀，老头子，是这么个事儿，我这不在那个上马家的那条小米路上，我碰上一个杠头，哎，这个劲儿我得和他较。那样吧，你看看你。再找一个哈，我一块儿，我去给你开个灯，然后你自己再取一个吧哈。哎呦，我去给他放上了，放在一辈子，我给你开了哈。哎，好嘞，拜拜。怎么样？比我牛逼，我退。太能吹牛逼了。不，他都是你弟的嘛。